一身痴，流汗血尽赤心，追寻大意义。红故事，忧患见骨气，昂步顾盼似醒狮，冲刺去。欢迎收睇警讯。Keep Sir 节目一开始咧，就为大家介绍一宗最近期常见嘅骗案嚟噶，而受害人咧多数都系年轻人居多。冇错 ，KJ。咁而唔少打工仔嚟讲，尤其是年青人，一份工时短、有弹性、要求低，而且人工又唔错，咁仲冇咩压力嘅工作啦，听落去都的确系几吸引噶。骗徒又点会唔知呢一点啊？所以就会假扮成好似聘请神秘顾客咁样，美其言就系测试一啲公司嘅服务质素，但系实质咧就系借用求职者嘅身份去搵钱嘅骗案嚟噶。咁究竟骗徒嘅犯案手法系点啊？我哋一齐睇下。咦，呢份工薪高糧準，工時短喎，等我打個電話問下先。喂？喂，我想問下你公司咧係咪有請兼職㗎？係啊。要做啲咩嘅咧？好簡單㗎咋。我哋嘅工作咧分幾種，最主要咧就係幫啲大公司做市場調查。好易做㗎，你有冇興趣啊？有啊，但我未做過㗎喎，唔知要做啲咩嘅咧？我哋出嚟咧，约个时间见下面，倾下，了解多啲。我哋会视乎你嘅工作能力，俾嘢你做噶啦。你今日有冇时间出嚟啊？今日都得闲嘅。喂。喂，陈生，我到咗啦，你喺边啊？系啊，阿欣喺度啊。你是欣啊？是啊。这个是珊姐，是我助手来的。一阵呢就会跟你讲解一下工作流程的。我们呢就帮几间大公司做市场调查的。今次主要是想测试市场上面财务公司的运作情况。我们呢会出一份入息证明给你啦。你按我们的指示向财务公司借钱。成功的话呢就会分到佣，很容易的。蛤？要去财务公司借钱？我未试过喎，要借几多噶？唔使好多嘅，几万蚊就够噶啦。吓，咁我借咗钱点还啊？嗱，借咗钱之后咧就交俾我哋，之后乜都唔使做，我哋会按时按后帮你还钱俾财务公司，咁你就分到佣金噶啦。真系好容易嘅咋？嗱，如果你勤力啲，一日去多几间财务公司借多几次钱啊，啲佣真系好和味噶。嗱，乜都唔使讲，攞你嘅身份证出嚟，交俾珊姐帮你做一份入息证明啊！今次咧就当你喺呢间美容公司嗰度做，咁你一阵咧就去借钱啦。喂，话时话，仲有冇朋友介绍嚟啊？你可以分多啲佣金噶噃。我谂都有嘅。不如下次带埋啲朋友嚟啊。好啊。后嚟事主就将喺财务公司借到嘅钱交到班不法之徒嘅手上。咁班不法之徒当然系一走了之啦。事主因为冇能力偿还债务，于是就向警方求助啦。系汪帮办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班不法之徒咧係捉住受害人啲咩嘅心態咧？其實啲騙徒咧都會喺互聯網同埋網上嘅討論區咧係刊登一啲揾工嘅廣告，仲講明咧就唔需要學歷或者工作經驗，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咧就揾到好多錢添，聽落都幾吸引噶。咁但係之後就會俾啲假文件或者偽造嘅工作證或者糧單咧，叫你去一啲財務公司或者銀行去借錢。而一借到錢之後咧，就即刻分到錢俾你，就係咁簡單嘅啫。受害人大多數都係青年人啦，好多時咧佢哋都冇能力償還高昂嘅債務噃。係啊，佢哋除咗要還錢之外咧，仲犯咗法添。根據香港法例第208章《刑事罪行條例》，使用虛假文書嘅罪行裏邊咧，最高嘅刑罰可以達到14年嘅監禁。所以我喺呢度向大家呼籲，千祈唔好因一時嘅貪念斷送自己嘅前途。在找工的時候最重要看清楚究竟份工是做些什麼，如果發覺有可疑或者有問題的時候，跟家人商量一下，不要以身試法。我在這裡提提大家，無論是找長工還是兼職，都要釐清自己在工作中所要面對的法律責任，
尤其是在簽署合約或者文件的時候，就更加要格外留神，千祈不要只聽對方的一面之詞。沒錯，除了打工的朋友之外，一些退休或者年長的老友記，你們都一定要小心，因為賊人都會打你們的主意，騙你們或者找你們的著數。講到打擊相關的罪行和提高長者的警覺性，東九龍警區在這方面就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打擊各類型的騙案，警方一直不遺餘力。東九龍總區刑事部就進行了一個名為城網的行動，在大型商場、食肆和人流多的地方向市民宣傳滅罪的訊息。春丹春是教你怎樣咩防止街頭騙案的？如果有一些陌生人打電話給你，就不要透露那麼多個人資料給他聽，就小心一點。香港城市大學十幾名的學生亦都有參加警方今次的行動，幫助宣揚防罪的訊息，鼓勵各市民幫助警方防罪。因應長者人口不斷增加，長者被騙亦都成為一個社會重要的議題。香港城市大學犯罪心理學博士亦都進行了一項關於長者成為騙案受害人的研究。防止街頭騙案或者電話騙案。李博士，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跟長者有關的騙案大致可以分為哪幾類呢？跟長者有關的騙案大概分為兩類的。第一類就是陌生人行騙他，另一類就是長者認識的朋友、親戚去行騙他的。跟長者有關的騙案，騙徒其實是捉住長者什麼的心態呢？很多時候騙徒是很聰明的，他都會捉住長者例如怕寂寞的心態。很多時候香港很多長者都是一個人居住的，很多時候他都很想有些朋友跟他傾偈，騙徒就藉著這種情況就跟長者打開話題，跟著再了解他的生活狀況，從中去看看有沒有犯罪的機會這樣的。另外就長者就是有時中國人我們都要面的，很多時候長者知道自己被人騙了，但他都不敢報警或者告訴家人，就是很擔心會被人覺得他蠢，還有覺得沒用，所以他都會是即係唔講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就正正騙徒睇中咗咧，就係即係有機可乘啦。長者人口嘅增加啦，同長者有關嘅騙案嘅增加有冇關聯嘅咧？係當然有關係嘅。嗱，根據咧統計處嘅資料咧，2009年咧每八位咧就有一位係65歲以上嘅人士，咁咧去到2019年咧就每六位咧就有一位。咁去到2029年咧，每四位咧就係有一位咧係長者嘅。咁你話長者增加咗，會唔會增加騙案咧？呢個都唔敢肯定，但係咧，我可以話咧，長者人數增加咧，騙徒咧就會睇準呢個機會咧，去向長者埋手。原因就係話中國人咧都會積谷防饑嘅。咁好多時候咧，長者咧都會自己儲定好多錢啊，甚至將錢咧去擺喺屋企嘅。咁呢一點咧，正正喺賊人眼中咧，都係一個好合適嘅落手嘅對象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如果香港嘅長者繼續持續咧，都係獨居嗰個人數係持續上升嘅話咧，亦都係騙徒咧會係乘虛而入。因為咧獨居嘅時候咧，長者遇到一啲疑問啦，或者可能有一啲人去問佢一啲嘢，或者係請佢投資啊咁。咁長者想問一問屋企人或者朋友咧，如果係獨居嘅話咧，就似乎唔係話咁方便。咁好多時候咧，騙徒亦都會藉住呢個機會咧去行騙佢哋嘅。咁隨住長者人口嘅增加啦，社會人士可以做啲乜嘢咧，去配合有效打擊同長者有關嘅騙案？事實上長者我們應該要尊重他的，甚至要保護他的。社會人士包括很多譬如警方、社工、地區人士、滅罪會、甚至醫護界，其實都可以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去幫到長者避免被騙徒有機可乘的。咁其中即係譬如話，警方都好，我知道即係東九龍區咧防止罪案組咧都做過好多功夫，即係去教育咧長者去如何咧唔好俾人受騙啦。我哋香港城市大學有一班同學咧就嚟到去支持咧，即係九龍東呢一區咧去預防咧一啲騙案嘅發生嘅咁樣。咁呢一度咧就見到即係其實亦都可以有一啲跨界別嘅合作咁樣咯。
咁另外咧，我自己都過去一年都做咗一啲研究，咁咧亦都訪問過唔同界別嘅人士，即係包括社工同埋醫護界啊、警方啊、銀行業嘅人士啊咁。咁佢哋咧各自其實而家都做緊一啲嘢嘅，不過佢哋咧亦都有一個即係睇法，可以咧再行多一步，大家合作多啲，溝通多啲咧，咁從中咧其實係可以減低長者受騙嘅機會嘅咁樣。警方致力打擊各類型嘅騙案，而當中電話騙案是最常見的。你不要斬我仔啊！我求下你啦。咁好啊，嗱，你依家即刻去銀行攞30万出嚟，然之後我都教你點做噶啦。吳 Sir， 我知道啦，東九龍總區刑事部啦係專責打擊電話騙案噶。咁喺處理呢啲案件期間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呢？因為騙案裏邊嘅受害人，往往都係一啲高齡嘅長者，佢哋將畢生嘅積蓄俾咗呢啲騙徒，令到佢哋晚景淒涼。根據過往嘅案件嘅分析，我哋發覺打擊騙案最重要就係防治。我哋警方會透過宣傳同埋教育，向市民提供最新嘅犯案手法同埋知識。呢一次我哋好多謝香港城市大學為我哋提供咗專業嘅意見，從犯罪心理學去剖析呢啲案件嘅發生。我哋希望能夠藉呢一個嘅行動，提醒一啲高危嘅受害人關於騙案嘅可能性同埋嘅發生。另外，我亦都喺呢度呼籲社會各界能夠與我哋警方攜手合作，一起打擊騙案。如果遇到騙案嘅話咧，你有啲咩可以提醒大家呢？咁我喺度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有任何嘅陌生人以任何嘅藉口向你索取金錢或者財物，我希望你保持冷靜，先同你家人或者你信得過嘅人先商量，甚至無揾我哋警方幫手，然後先作取任何嘅行動。